1787年夏季的某一天，干旱使得美国新泽西州的伍德伯里河裸露出了河床。人们来到河床上，发现了一块很奇怪的石头，它与我们常见的被河水冲刷过的鹅卵石完全不同。这是一节长长的，就好像放大了十几倍的肉骨头。这是人类有记录的第一块被发现的恐龙化石。很遗憾的是啊，这块恐龙腿骨化石被扔到了一个仓库中，再也没有找到了。那为什么这块化石没有引起当时生物学家们的关注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啊，在18世纪以前，没有人认为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一些生物它彻底消失不见，自然呢也就没有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从18世纪开始，在美洲大陆上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巨兽的化石，它们有的是一颗巨大的牙齿，有的是一根巨大的腿骨。这些化石就被送到了当时科学的中心欧洲。在法国巴黎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位历史上最杰出的生物学家之一，居维叶。他研究了从世界各地送过来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化石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至少在当时来说绝对是惊世骇俗的。这个结论就是物种会灭绝，而且还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广泛存在于地球历史上的事件。从此在生物学圈子中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物种灭绝。居维叶的这个观点一出来，就如同大多数生物学界中的新观点一样，几乎立即就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声。最不满意的呢，就是宗教界人士了，因为在圣经中明确地记载了，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了所有的动物，而且圣经中也从来就没有记载过有任何一种动物被灭绝。不过呢，科学界接受起这个新观点来啊，倒是比进化论还要快。关键原因啊，就在于证据是越来越多。到了1812年，居维叶就几乎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啊，在几乎是杂乱无章的那么多的化石中，就整理出了大约49种已经灭绝的脊椎动物。不久之后，无数恐龙化石的发现，使得科学家没有人再怀疑，在远古的地球上生存着许多我们从未见过的生物。生物学家们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灭绝生物生活的年代和它们灭绝的年代。随着化石数量的不断增长，一个惊人的结果慢慢浮出了水面，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些灭绝的生物啊，似乎呢都是在一个相对于地质史来说非常短暂的时期中集中毁灭的，而这样可怕的时期啊还不止一个。于是又是居维叶，他第一个提出了大灾变学说。他认为啊，我们的地球曾经遭受过很多次可怕的灾难性事件，不计其数的生物都成为了这些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居维叶的这个非同寻常的主张，最终被大量非同寻常的证据所证实。在地球的历史上，肯定是不止一次遇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演化树上的大量树枝被截断，就像是有一个手持巨斧的疯子发动了疯狂的攻击。地球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5次大规模的物种大灭绝和若干次较小规模的灭绝事件。第一次奥陶纪大灭绝距今约4.4亿年，
海洋中 60% 的物种断崖式的消失了。这种毁灭极为恐怖，从地质年代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夜之间超过一半的物种死绝了。第二次泥盆纪大灭绝距今约3.65亿年，这次更惨，海洋中70%的物种惨遭灭绝。第三次二叠纪大灭绝距今约2.5亿年，这是地球历史上的至暗时刻，灭绝的惨烈程度堪称世界末日。至少有96%的海洋物种被团灭，而70%的陆地物种也在化石记录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第四次三叠纪大灭绝距今约2亿年，76%的海洋和陆地物种消失。第五次白垩纪大灭绝距今约6600万年，包括恐龙在内的80%的物种彻底消失了。这就是五次物种大灭绝事件。不过请注意啊，刚才提到的那些数字呢，都是物种的数量，而不是具体个体的数量。如果要说具体个体的死亡率的话，那可能还要高得多了。在那个时期能够幸存下来的物种啊，那都跟中了彩票差不多，他们的延续多亏了几只受到惊吓奄奄一息的幸存者。我猜呢，你可能跟我一样好奇，这五次物种大灭绝事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那些时期我们的地球到底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恐怖事件呢？很遗憾，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依然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我们现在唯一能回答的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大灭绝，也就是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事件，有一个元凶，那就是一颗直径超过10公里的小行星撞在了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对这一事件，现在证据已经非常充分了，既有地层中金属铱含量显著升高的证据，也有相吻合的陨石坑证据，还有计算机模拟与天文观测的证据。但我们也只能肯定，小行星撞地球对第五次灭绝事件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不能肯定这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已经在地球上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陨石坑，虽说6600万年前的这次撞击很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但这种撞击是否足以造成物种大灭绝呢？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至于另外四次物种大灭绝的原因啊，我们就更加不知道了。为此呢，科学家们提出的假说那是多如牛毛啊。即便是去掉那些明显不靠谱的原因，有关灭绝的理论那还是要比大大小小的灭绝事件的数量的总和还要多。至少有20多个罪犯被认为是元凶，或者呢他们是主要的帮凶。这些原因包括啊，全球变暖、全球变冷、海平面变化、海水氧含量骤减、海床甲烷气大量泄出、小行星撞击、超新星爆发、超级飓风、巨型火山喷发，以及灾难性的伽马射线暴、太阳耀斑爆发等等。所有的这些假说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一样，那就是海量的猜测加上微量的证据。前三次大型的灭绝事件似乎呢与全球变冷有关，
但是更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它们发生的是快还是慢，就没有共识了。比如说第三次泥盆纪大灭绝事件，它的跨度到底是几千年呢，还是仅仅几百年甚至几年，这些啊，科学家们都为此呢是争论不休。实际上啊，我觉得比到底是什么原因灭光了当时地球上80%的物种更大的谜团是啊，那剩下的20%的物种到底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令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在最近一次白垩纪大灭绝中，为什么对于恐龙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其他一些爬行动物比如蛇和鳄鱼却能逃过一劫呢？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恐龙幸存了下来，成为了今天的鸟类，但它又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这也是一个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海洋中，所有的菊石都消失了，但是与它们有着差不多生活方式的鹦鹉螺目软体动物却依旧繁荣。而在浮游生物中，有些种类几乎死光，比如游孔虫损失了92%的数量，但是其他一些像龟爪这样的体型相似又与游孔虫一起生活的物种却幸免于难。所有的这些现象之间啊，都有着非常多的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如果说在事件发生后的数日之内，我们的这个世界满是又黑又呛的烟雾，那么那些昆虫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如果说啊，像甲虫这样子的昆虫，它还能依靠木头或者周边的这些东西给活下来，但是像蜜蜂这样子的昆虫，它们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它们需要阳光和花粉啊。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有着非常多的矛盾之处，对于生物学家们来说都是巨大的谜团。最难以理解的恐怕是海洋中的珊瑚居然没有被灭光。要知道珊瑚是最娇气的，海水的温度酸碱度一点点的变化都会导致珊瑚的大面积死亡，但是珊瑚居然在那次撞击事件中幸存了下来，这真的是一件怪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啊，我们对物种灭绝事件的细节了解的越多，那么谜团也就越多，这就激发了更多科学家的参与。令科学家们感到无比震惊的是啊，在研究那些遥远的灭绝事件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现在就处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断崖时刻。这个发现啊，要多惊人就有多惊人。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咱们下集接着说。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世界，不过生命无常啊，在自然情况下一个物种它也会灭绝。生物学家通常把每年每100万种物种中会灭绝多少个称为背景灭绝速率。计算背景灭绝速率的方式呢，就是靠分析化石记录。不同类型的物种它们的背景灭绝速率差别是很大的。我们现在研究的最为彻底的一种动物类型就是哺乳动物。现在生物学家们的结论是，哺乳动物的背景灭绝速率是0.25，也就是每100万种哺乳动物每年会有0.25种灭绝。换句话说，今天地球上生存着大约5500种哺乳动物，那么正常来说每700年差不多就会有一种哺乳动物消失。不过
我们的地球上呢，也总是在不断的产生新的物种。在正常年份啊，物种产生的速率它总是大于灭绝速率的，所以呢，我们地球上的物种总是在不断增多的。但是大灭绝时期则不同了。如果说我们把背景灭绝的速率啊，想象成是一种背景噪音的话，那么在正常年份，我们听到的就是一种轻微的沙沙声。但是在大灭绝时期，那么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声惊雷。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的事实，可以说震惊了生物学界。但是随着对物种大灭绝的深入研究，一件令人震惊百倍的事情逐渐浮现了出来。生物学家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物种灭绝的速率远远高于正常的背景灭绝速率。2014年8月，在《保护生物学》杂志上，多位生物学家联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根据他们的研究，在现代人出现前，物种总体灭绝速率是 0.1， 这个可以看成是物种背景灭绝速率。而现在这个数字是100，增长了1000倍。而且更加令人胆寒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大。他们估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数字很可能会从100增加到1000，再增长10倍。2015年发表在另外一本权威期刊《科学进展》上的一篇论文表示，现在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的灭绝速率是过去的20到100倍，物种的灭绝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只需要250年，地球就等于又经历了一次恐龙大灭绝时期。由此，生物学家们就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我们现在正处在第6次物种大灭绝中，这也被称为全新式大灭绝或者人类式大灭绝。而且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科学界的广泛共识。这真的是一个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的惊人事实啊！那么我们不禁想问，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生态学上，大家公认的定律少得可怜。在这些定律中，有一条被所有人一致接受的定律，叫做物种面积关系式。它在生态学中的地位啊，就如同元素周期表在化学中的地位。它的内容是，面积越大，能发现的物种数量就越多。这听上去很像是一条公理，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由这个定律可以推论，人类的活动范围越大，那么其他生物的生存范围就越小，物种的数量也就越少。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消灭物种主要靠的是捕杀，走到哪里灭到哪里。3万年前，智人通过俾斯麦群岛以及所罗门群岛横渡太平洋，生活在这些群岛上的生物就遭了殃。根据科学杂志199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估计有2000种鸟类因为人类的到达而灭绝。大约2000多年前，人类来到了马达加斯加群岛，几乎灭光了岛内的所有巨型动物，例如象鸟、狐猴、马达加斯加河马等等。大约1500多年前，人类来到了印度洋群岛，这些岛上的几种巨型龟以及包括渡渡鸟在内的10多种鸟类被团灭，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岛上的物种之所以那么脆弱，就是因为啊，它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且种群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根据记载，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毛里求斯岛的时候，在这个岛上生活着一种长得胖胖的像肉鸡一样的渡渡鸟，它们完全不怕人，亲热地围绕着人们的周围打转转，当然人们也毫不客气地把它们给变成了烧鸡。没过多久，这种天赐的美食就被人们给吃绝了。陆地上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欧洲的比利牛斯山羊、泰班野马，还有塔斯马尼亚袋狼，以及非洲的阿特拉斯棕熊，还有爪哇虎、福克兰狼，这些动物都被人们赶尽杀绝了。2018年3月19日，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白犀牛也悄然离世，地球上的又一种大型哺乳动物永远地消失在了宇宙中。但是比捕猎更狠的是人类对森林的砍伐。如果我们把捕猎想象成是狙击枪，那么森林砍伐对物种而言就是大炮了。还是根据物种面积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年丢失1%的森林面积，就会导致大约0.25%的物种消失。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地估计热带雨林中有200万种物种，那么按照热带雨林的消失速度推算，差不多每年要损失5000个物种，一天就是14个。然而捕猎和森林砍伐对于物种灭绝速度的影响，与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活动影响，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2004年，顶级期刊《自然》杂志的封面文章是气候变化引发的灭绝风险。约克大学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马斯领导的团队发现，在最低水平的变暖假设下，全部物种中会有9%-13%在2050年前被划定为灭绝。在最高水平的变暖假设下，这个数字将是21%-32%。取一下平均值，结论就是全部物种的24%正在走向灭绝。全球变暖的最直接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珊瑚的大面积死亡。因为珊瑚对海水温度特别敏感，上升一点点都会导致珊瑚虫的死亡。全世界大约有25%的鱼类生活在仅占海底表面积0.1%的珊瑚礁海域。不过也有人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操心，我们的地球像这样的灭绝事件不都已经经历过5次了吗？地球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我想啊，假如我们不在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这第6次物种大灭绝中也被灭绝，那么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为地球操心了。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来一杯酒，一杯酒。好，我要开车了，我就拿袋酒了，好好的，来等等。因为没有了人类，地球的环境只会变得更好，不会变得更差。在人类灭绝之后，用不了1000万年，地球上的物种数量又会恢复回来。但是
如果我们希望人类能成为第六次大灭绝的幸存者，则取决于三点。第一，我们是否承认这个可怕的但正在发生的事实。第二，有多少人对这件事情操心。第三，是否有足够多的人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呢？平时啊，我们在各类媒体文章上会读到各种各样的观点，那么我们到底该信谁呢？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就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科学共同体，它叫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简称为 IPCC。 IPCC 在2007年的报告中，把全球变暖的首要原因归结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置信度标记为非常可能，到了2013年则改为了极有可能，标记为至少 95% 的可能性。而到了2019年9月的最新报告， IPCC 则用了具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样的表述方式。这份报告由来自36个国家的104位科学家共同撰写，引用了6981份文献，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对于全球变暖问题最具权威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向全人类发出了紧急呼吁，我们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此时此刻，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发出了我们的声音。无数人微小的努力汇聚成了巨大的力量，在几百年后，当人类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庆祝自己侥幸躲过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劫难时，我相信孩子们会感谢你我的。